阵，而且就拔了，哎呦喂呀、啊！林书伟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 哇哦，你看这表情啊，真的是有多不屑就有多不屑啊，完完全全觉得没什么，但他是连续三记的三分球啊，而且最后这个不讲理啊，一打三哎，快攻，这个球就是，我觉得真的就是他的心理素质。嗯，你还记得在 Game Four 的时候球队赢球吗？他基本上算是跟他的老队友们，甚至他的过去支持他的球迷们哦，有点杠上的感觉。没错，但是他就有这样子的能力，在这种可能会迎来呼声嘘声的时候，做出这样子的表现。在客场他特别来劲，哎，他越喜欢他 enjoy 这种感觉。对，好，来看看这个球，对方有三名球员退防啊，林书伟不管了、啊，我就是要拔。对，我觉得这跟或多或少在美国长大有点关系哦，就是文化上面哦、他可以比较能够接受说，你不喜欢我，就像里奥纳多说过嘛，我大概90%确定你不喜欢我，但我100%确定我不 care， 对不对？我觉得他不 care， 是他真的不 care， 他就把时机打出来，他要让这边变成和平图书馆，是对。